好，来，我们矿工志工们都先请留在台上。哦，我们日本老师有从日本带来的，其实是锦旗，要颁发给每一位矿工大哥大姐们。哦，下大雨了。撑伞，撑伞，哎，撑伞，撑伞。果然欢乐。上天太感动吗？好，我们就快速颁奖好不好？这文史馆到最后一刻都很欢乐。好，那个大家自己，我来这里，大家自己找空隙拍哦。这怎么到最后就这么欢乐？好，然后就是快速翻过去就好。